现在在 Hartwell 奎尔公园，我们现在在这边喝一杯咖啡，因为刚刚走过来太热了，所以进来吹一下冷气。然后我发现这边的咖啡超级好喝的，而且没有很贵，这一杯2.5欧，但是它也有2欧的咖啡，就是一般的那种咖啡量。哦，我觉得在观光区里面算是没有很贵的，好，非常好，超级好。妈妈也喜欢，妈妈也喜欢这里的咖啡。那我们等一下上去看一下拍过来怎么样，对，然后拍个照。我已经知道我们是进来第二次，哦，没有错，我们这次是陪妈妈来的，对，给妈妈看。然后今年的票价又涨价，好像每一年都涨价。如果你在网络上订的话是7.5欧，今年现场买的话是8.5欧，就是贵1欧元，所以建议就是你可以提早在线上订，而且你不用在现场等太久，因为现场你不是每马上买票马上可以进来。靠近吗？这么靠近，我看到那一只很丑的蜥蜴了。这次来奎尔公园，到处都在整修，所以看起来不是很美观，好可惜哦。上面的广场就是这边可以很，就是有很多座位，大家可以坐在这边休息，然后拍照。这边也是非常好拍照的一个地方，很好的风景在这里。我上次第一次来的时候，我还本来想说我不会再来这个地方了，因为、对啊，而且这里是山上，所以其实上来还蛮累的。其实很漂亮，对，很漂亮。没有来过可以来一次看看，但是一次就够了。外面就可以看到奎尔公园大概的样子。好，我们现在已经要离开奎尔公园了。然后我们其实没有全部看完，妈妈已经受不了，因为真的人太多。如果你不喜欢人挤人的话，我觉得你可以看外观就好了，你不一定要进去。而且我觉得票价真的有点贵，然后它公园可以看的东西也没有很多，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自己斟酌要不要进去。Sagrada Familia is better。圣家堂一定要进去，但其他你就可以一定要进去考虑一下。对。然后我们现在要下山去市场，然后去喝杯啤酒。我现在去 La Boqueria， 啊，是他们的市场。对，然后刚刚有一个人要卖大麻给我。哦，这里有卖火腿。还有咖啡，这一间有很多人推荐，这间 bar 很多人在这边吃早餐，推荐他们的早餐。眼睛吗？一个眼睛，这是眼睛。我没有看过这个有眼睛哎。这里什么鱼都有哎。这个很 flat。哦，很平，很扁。This one looks dangerous. Like can still bite here, right? 对，他们看起来很危险，看起来像蛇。And here is just a head. 这在德国不会看到，对不对？很少。没有看到鱼头。一般欧洲好像欧美国家他们不太会看到鱼头。你来说这个都 OK 吗？啊？
举例来说，这个都没问题。鱼头吗？鱼头在台湾市场都有啊，看得到。对，所以对我来讲 normal， 很一般。啊，他们只有卖鱼头，这只有鱼头哎。Yeah, mama, that's all. Nice.哦，这一间好多人在等哦。非常喜欢呀，yeah? yeah. 因为一开始我们看里面都没有人，想说，然、no, 后没关系，这是24小时的，24小时没办法，每一个时间都有人，可是好想吃，非常好吃，很好吃。然后你就是可以自己去拿 tapas， 然后每一个都2欧，然后你也可以另外单点其他的，这是欧洲的寿司，对，欧洲的寿司没有错，真的很像寿司的那个概念，然后非常好吃，嗯哼。所以 really good, I really like it. 所以如果大家不想要排队的话，可以去那间试试看。那个餐厅离那个市场很近，这里就是歌德区了，我非常喜欢这里。塞隆纳大教堂这一区，然后这边后面有那个跳蚤市场可以逛，摊贩不多，但是还蛮有意思的，很多古董可以看。然后后面这个就是巴塞隆纳大教堂，我们现在在巴塞隆纳大教堂外面，然后我们发现这里现在要付钱，7欧，不要进去这个地方，7欧很贵。Yeah.对，我们两年前的时候来没有不用付钱，对不对？那时候什么都免费，嗯，然后里面只是教堂而已，不是跟那个萨格拉达方面一样好看哎。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就是不一样的时段，有一些可能 could be, 有一些可能星期天或者星期一会免费，但是我不知道，我不确定。但目前我们今天礼拜几？礼拜三。知道，你觉得这是期间值得吗？七欧。对，它很漂亮没有错，但是我觉得不值得7欧这个价钱。那个7欧你可以买啤酒，跟那个奎尔公园一样，我觉得没有值那个价钱。No, 如果免费可以进去，但是我觉得要付7欧真的太贵了。好，那我们现在回去我们的民宿，然后去海边了，比较轻松的感觉，因为这里太多那个游，这里太多游客了，到处都是人。
老公，母与子。我们现在在巴塞罗那的西班牙，在海边啊，不，我们在巴塞罗那西班牙，我在讲什么？我们在巴塞罗那的海边的麦当劳，非常漂亮，就是我看过最漂亮的麦当劳，比的厕所 ，no everything， 哎呀，比 Porto 漂亮吗？ Yes. 因为它在海边吗？它在海边，可以在外面坐下 ，it's great。Yeah， OK， 好，那我们看一下它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这是什么 ？The wedges。那他们有马来西亚吗？他没有薯块。你在西班牙餐厅到处都可以看到餐厅会卖那个薯块。这个都是新的耶。都没有看过。这个德国都没有吗？这个德国没有。哦，他们很快就都不让人家想一下哎。这个是新的。New York， 然后蛮便宜的。Yeah， 2.5欧。可是对我们来说还是很贵，因为一个汉堡而已。妈妈点的，是，因为我们在台湾一个套餐大概100块台币而已。我知道。这里一个汉堡需要100块。然后这个也还看还没看过，没看过。没 Junior。好，那看一下 Chicken， 特别的，那是特别的。哇、wow, ，这个是什么 ？I haven't seen any of them。哇，全部都没有看过哎，都还没看过。这个 of course， 就是这个是新的，这个是新的。那我们帮妈妈吃一个就好了，只是让大家看一下他们有什么餐点。对，海鲜，好好吃哦！这盘多少钱？这盘好了，12.9。12欧，这么多哎、yeah, ！Exactly, not bad, right？ 我们昨天点那个虾子，小小一盘就要12欧，不错了。然后这个超多的，12欧哎！这里的环境非常的漂亮，蛋菜的蛤蜊汤，终于有，终于有蛤蜊汤。那你现在喝什么？对，你说的对，真的真的好喝。我们刚刚不是在讲这个哎、欸。OK， 那我试试看你最喜欢吃的，就是那个海鲜。Oh. OK，、yeah. 所以这是蛤蜊吗？是蛋菜。OK， 我跟你们讲，我很少吃这样的食物，因为我在德国长大，然后我真的。不火吃这个 ，smells good， it's really good。然后我觉得12欧不错。Yeah。以这样的分量来说，真的不错。It's really good。有时候试试看，然后我觉得 OK， 以后有感觉没有那么好吃。这个，哇，新鲜的感觉，100%好吃。Das ist ja da keine Gabel. Mit der, nein, und dann schlürfst du eins aus. Oh. Und dann kannst du so öffnen. Ja. Ja, kannst du mit der Hand nehmen, ist egal, aber kannst du auch. Lecker, oder? Ja. Sehr lecker. Mama, sie hören. Ja, Mama, sie hören. 可是他没有像我们这么夸张。可是妈妈马上拿第二个。那你现在你想好，我要享受了，拜拜，再见，我要赶快吃的，因为回德国就没得吃了，拜拜。这里的年轻人很流行开车来海边 party， 哇，真的是不止一台车哎，好几台车都是这样子，开后车厢，然后带很多酒，然后在这边 party， 好酷哦。Hola。好啦，好，我们现在在巴塞隆纳的机场，等一下要回德国了。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这一次分享的影片。如果想要看我更多旅游的分享，欢迎大家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哦。那你一定要按赞呀，因为他的频道真的非常非常好看。那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Bye. Cheers.